相信我，你想要的幸福永远不会迟到，下一秒就会为你揭晓。答应我，就算阴天也要努力扬起嘴角，坏天气也会云散烟消。要我交个朋友，谁孤单和忧愁，别让乌云占据你的心，把烦恼赶走，把我心情打扫干净，天空就会放晴。别担心未来会怎样，左手边有我陪你吹风淋雨，把喜怒哀乐都当作体验，陪你遇见那个未知的自己。我你想要的幸福，相信我，你想要的幸福永远不会迟到，下一秒就会为你笑。答应我，就算阴天也要努力扬起嘴角，坏天气也会云散烟消。 Say I love you, Say I love you, Say I love you, oh, oh. Say I love you, Say I love you, Say I love you, oh, oh.大伟哥，你就别送了，老师对我真好，还非得让你送了。近呢，嗯。哦，还有，谢谢你帮我搬家，然后我欠你一顿饭。又请客？行啊，那你可得多准备点钱，我们家拉拉可能吃了。哦，拉拉姐也去啊？那我还钱包里真得多装一点，要不然怕不够她的胃口。跟你开玩笑吧。对了。我们小区门口有一家苗家菜，拉拉特别爱吃，经济实惠又不贵。那你爱吃什么？我爱吃什么呀？他爱吃什么我就爱吃什么。你对拉拉姐是真好啊。也没有，她对我也挺好的。好，那我回去休息了。嗯，你也早点休息吧。晚安。嗯嗯，拜拜。李先生，您点一下。你好，谢谢谢谢。凯西小姐，你真大方，愿意花那么多的钱来换我的出租房。其实啊，这周围同样高档小区的出租房还是有的。哦，我喜欢你们家这间。你满意就好。嗯，那你早点休息吧。啊，有什么事电话联系。好，好，那就这样，再见。再见。我现在总算是知道什么叫做说闹绝鱼了。我婆婆跟那个倩倩就在外头说说笑笑、热热闹闹的，我完全就是多余。他怎么就阴魂不散呢？怎么就成你邻居了？他故意的吧？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啊，我每次见到他，我都觉得不知道怎么回事，感觉怪怪的。但是好像也不能怪他，你看他认识我婆婆我老公，人家毕竟比我早个十几年呢，对不对？不是你敏感，是你第六感。女人第六感是最灵的，对所有的侵略和攻击都可以提前预判。他侵略我什么呀？哎，我就老是觉得吧，看见他我心里就不爽。心眼太小了。你有什么心眼呀？你忘记你大学的名字了？缺心眼子。相信你的感觉吧，离他远点儿。我倒是想啊，我现在婆婆是什么状态？每天倩倩来倩倩去，没事把她招到我们家来，那我能怎么办呀？我总不能说啊，妈，我和你宝贝倩倩是竞争对手，我们俩争人事总决赛争得头破血流，打得你死我活，我
根本就不想见到他，我闻他香水味我浑身都不舒服。我总不能这么说吧，多不合适啊。这事儿是挺难办的，你费了好大劲才哄下你婆婆呢。哎，给你想个办法呀，你找个理由把你婆婆给送走，这样就一劳永逸了，对不对？哎，你以为我没想过呀？我估计这个事儿吧，等到我们结婚了之后，不对，要等到我们办完婚礼之后才行。好了，不跟你说了啊。我要去找点主食，乱七八糟的吃的我难受死了。这个冰箱都是咖喱味儿，醉了真是。现在都几点钟了，只不过就住在楼上而已，你送人要送这么长时间吗？啊？嗯。嗯。为什么？嗯。老公，你太帅了，谢谢。杜拉拉，大姐，嗯，这个文件拿给你签了吧。逛微博？你上班逛微博？我哪有那个闲心逛微博啊？我这不是找资料呢。什么资料？我们公司想找个90后的广告导演。嗯，这个人啊，神龙见首不见尾，都找不着人。结果我才发现他有多牛，连续3年夺得广告大赛的冠军。你说能不牛吗？真的？还好你大伟哥神通广大，找到他的 Facebook， 从 Facebook 当中找到一些蛛丝马迹，让我顺藤摸瓜找到了微博。哼，我可得要好好研究研究他。趁早拿下。不过，这90后这喜好很难懂吧？难懂。我发现了一个问题，他有个特殊喜好。嗯。自拍。你看看他的微博，每天有10几张自拍，早上起来在阳光底下拍一张，喝咖啡拍一张。去酒吧拍一张，去超市买个纸巾也拍一张，见个朋友拍一张，反正全是自拍，而且主角都是自己。你说这男的天天这么多自拍，也是，这90后刷存在感嘛。就是他的老巢。今天下班，我就准备去会一会他。请进，哪位？王总。哎呦，对不起，有什么事儿吗？来，坐。哎，那个招聘流程我已经完成了，然后发您邮箱了，您检查一下。啊，发我邮箱了，好。这次呢，我加入几个自己新的想法，您看一下怎么样？好，我现在打开。Excellent， 天喜有想法，有策划，有方向。你让我们 SH 公司的招聘更有灵活性，喜欢，我特别满意。我接个电话啊。喂，你好，哪位？什么？不会吧？好，你把地址发给我好不好？好，哎 ，Yes， 洪总，不会是卢卡斯有消息了吧？凯西，你这个聪明的嘞，就是卢卡斯。哎，我个朋友他认识卢卡斯，现在卢卡斯决定跟我们见个面。哇，太好了！那您下面打算怎么办？我想这件事呢，还是我自己出来做比较会好一些，所以要我们去见一下他。这样吧，要不然我陪您去，两个人在一起可能力量更大。那也行啊 ，OK， 咱们走吧。
Lucas 先生，我们是 SH 公司的，这位是我们亚太区的副总经理黄总，我是 SH 人事部的经理 S。对。你好，我是黄国东。哎呦，你一看你们这个地儿，特别能看得出来有生产创意的地方，难怪这个广告做得不错，广告做得牛。这个广告比赛已经连续三次就拿了奖，这不容易啊，特别牛。是啊是啊。我相信有很多公司已经向 Lucas 先生抛过橄榄枝，但是我们 SH 绝对是业界翘楚，而且我们今天是带着诚意来跟 Lucas 先生谈合作的。我们的客户呢，品牌包括有奢侈品的珠宝、服装，还有轿车、家居等品牌，包括餐饮，都是业界的500强公司。所以您不用担心您的拍摄对象会降低您的档位。当然，当然，如果没有您心仪的品牌的话，我们还会帮您力取争下您想要的品牌。对，您觉得如何？啊，不对，不对，不对，怎么不对？除此以外，我们还会专门为您在上海开辟一个广告基地，任凭您的设计、规划、创作，我想这是每个导演都梦寐以求的地方。这样，卢卡斯先生，我提出一个其他公司绝对不会给的条件，就是只要跟卢卡斯先生有关的，包括您的作品，都交给您的团队来承制。你们说完了吗？这边请，好吗？八呀，对呀，八八八八八八，你说话了，八八八。看来这没门儿，我们飞行，我们还是走吧。Lucas 导演，你好，我是 SH 杜拉拉，我们今天通过电话，记得吗？对。我就是被你叫成阿姨的那个杜拉拉。是这样，我们 SH 非常欣赏您的才华，很想跟您合作，想邀请您来做我们的广告导演。我们知道，也许您对您的作品有很大的要求，所以说我们放宽所有的硬性标准。嘘。好，我们不说这些没用的，我们说说看预算。预算的部分，我们会给您最大的空间，不论你是要求怎么样好的设备，怎么样好的灯光，怎么样好的演员。喜欢聊是吧？喏，你这关只要玩过，我陪你。Lucas 导演，我在思考之前有一个习惯，我拉屎。可以接下你的洗手间吗？
可以，这边。我有纸。谢谢。天才少年有的时候脑子也不太做主。不知道这么经典的一道数独题，在网上可以找到几遍。感觉自己萌萌哒是吧？天天觉得自己特别年轻，特别有才华。我告诉你，你现在算算，你90年是不是也24岁了？你应该为社会做点贡献了吧？天天在玩数独有什么用啊 ？OK， 我你可以对我提出的条件不 care， 你可以对薪水不 care， 你可以对预算不 care， 你可以对你的作品不 care， 但是我告诉你，你不就图开心吗？我 OK， 你有这么多合作者，有谁可以陪你坐下来玩数独？我告诉你，这就是诚意，我可以。你棒，你这个朋友我交定了。你等一下啊，你等着，请看，自打我成年之后，这盘棋我就没有玩赢过。如果你能把它玩赢，签约 no problem。 这可是你说的？我说的，等交定了，这仗也打得比我响。师傅，好了，平身吧，找个时间签约。比，比呢？
点，轻一点。为什么折过去了？嘘嘘嘘嘘嘘嘘。嗯。是有人敲门。大伟哥。修理工又下班了，你能不能帮我修一下？是吗？嗯，好呀，好呀。我拿下工具，稍等我一下。嗯。嗯，洗澡的时候打开，突然这个花洒不出水了。是吗？嗯。刚才我那个淋头花，花洒，花洒。大孙子啊，辛苦了，来啦，来，辛苦啦，谢谢妈。你们呢，以后这个必要的这个运动啊，很需要，非常需要。但是你们那个生意能不能够稍微的小一点？酸背疼，所以是腰，不是啊。不好意思，我有点太用力了。那你们在干嘛呢？哇哇叫，按摩。听错了，听错了。Signature, please. 谢谢 Mr. Lucas. 小倩，先把我拿走了。Mr. Lucas,
Thank you very much for coming. It was really pleasure to meet you. 我签约可都是因为你。 哎，卢卡斯，我非常奇怪，我给你条件不比拉拉姐给你的差呀。你给的都是最基础 ，but 杜拉拉才是我签约的条件。拉拉，黄总要感谢你一下啊，你这么厉害的一位导演都请过来，真不容易啊。要不我们请他跟他合个影吧？来，给你照。来，Casey，你帮我拍一下，这么厉害的一位导演来了。 笑一个啊！笑一个，让笑这是。来，笑一个啊！哎，导演，你确定你这个表情？你呀，一二三，茄子。Sorry。谢谢，谢谢，来来来，每个人都有份啊！谢谢丽娟。哎，你看我份上什么？哎，问一下，换一个。 你给你们爸爸，完了，快放下我的！你也有份。哇，这个都该我也有份。知道吗？这个，这俗话。哦，这个吗？哎，我去接风。我晚上有事不用了。启程。不用。哎，我你。喂，艾拉。嗯，丽姐，回来了。哦，我回来了。嗯。 跟你聊点事儿呗。好啦，你别跟我说那个倩倩，她就是欠抽，五行缺德。我们见面再聊吧。刚好我有事儿告诉你呢。哎呦，你有事儿啊？什么事儿啊？当然是好事儿喽。行，搞事。拜拜。 这个黄国栋就是鸡贼，他是不是还记恨你双怪胎的脾气啊？这个开气横插一杠，突然空降，一定是老黄内定的，要不然他干嘛一路给他开绿灯啊？工作上不怵他，那架不住家里烦啊，你知道吗？凯西就是倩倩，要是你妈的学生，现在住我们家楼上了，你说我是不是上辈子把尾巴踩了，他这辈子回来报仇啊？跟口香糖似的，甩都甩不掉。 心塞都心塞死了，说白了还是怪我妈。哎呀，我妈她就是个事儿妈，没有她不掺和的事儿。拉拉，我太同情你了，你的忍耐力可真强呀，百忍成金呀，你还是一千足金，抗压抗打击，我真佩服你，到现在都没和我妈闹翻，佩服，真的是佩服。姐，你妈其实也不是特别难相处。 不是特别，那是相当的难相处。好了好了，我的故事吐完了，赶紧吧。什么？哎呦呦，你干嘛呀？人家那是幸福憧憬期待。哎呦，幸福憧憬期待，终归就底就两个字，男人，对吧？等我慢慢说给你听啊。嗯。 绝对是命中注定的邂逅。峰回路转，柳暗花明，英雄救美，四目交击，干柴烈火，引雷之急。<笑>就差勾搭成精了。哎呦，怎么说话呢？再接下来呀，是花好月圆，你侬我侬。 也很撞车了，你看吧，这都是什么呀？他们怎么就？啊，我回来了。啊，来了来了。啊，哎，凯西仔。啊，我朋友给拿了点芒果，我给老师送过来。妈，看什么呢？看什么呢？哦，婚纱照，好看吗？ 杜拉拉小姐，你确定你们拍的这都是婚纱照吗？对呀，婚纱照。你看，骑了个摩托车啊，嗯，这来撞车了，这都是什么？你看这个，这不是流鼻血吗？这个。<笑>
哎呀，你为什么花钱要去拍这些不二不三不三不四的照片呢？妈妈妈妈妈妈，你看普通夫妻拍一些婚纱照不都长成一样吗？我们就想有点个性，对吧？然后老了之后回味还觉得特别可爱，特别搞笑。嗯，是可以，你拍个性，拍什么搞笑可以。你看，你看这个啊，你要拍，你索性把它脱光了，你就光个膀子拍。你这穿还牛仔服，一样一半，这好吧，先不说这个了啊，兰兰。嗯，等到酒席的时候，你们一定要给我穿得正儿八经、规规矩矩、漂漂亮亮。妈妈妈妈，什么酒席啊？结婚摆酒啊，婚宴啊。啊，不是，我跟王伟都说好了嘛，我们就不摆酒席了。我们结婚这么长时间了，不是吗？我从来不同意。啊？我也不可能同意。我的儿子娶个媳妇儿回来，我为什么要偷偷摸摸的？我为什么不能昭告天下呢？所以这个婚礼一定要办，而且要办得隆重热闹。妈，这个事儿是这样啊，那个酒席现在不好定，人家一般都是提前半年就定了，你现在定我们得排到明年了。你太小看你婆婆了。陆爱华，陆老师是什么人呢？我早给你们想好了，我都定好了。啊，现在你要做的呢，就是在你们结婚婚礼之前啊，告诉你的父母，我们这个亲家双方是不是应该有些沟通交流，见个面呢？有些具体的事宜，我们是不是要谈谈？嗯嗯，反正倩倩肯定是要参加的。到时候我给您安排在主桌，主桌坐的除了双方家长，就是有头有脸，说不定还能遇到某个青年才俊。青年才俊好，特别好。你看，这张啊，真行。杜拉拉，结婚这么大的事儿，你不事先跟你老妈说一声，啊？现在告诉我，现在是和将来是能一样吗？王伟，我当然知道了。见家长必须的。怎么了？拉拉要结婚了，是王伟那小子吧？那还能有谁呀？便宜那小子了。便宜咱家拉拉了。王伟啊，人不错。对咱家拉拉又好，人挺优秀的。我们家宝贝女儿更优秀。哎，侯美丽，我们可不能胳膊肘往外拐，长他人志气啊。什么他人我人的，将来王伟不是咱家女婿了吗？对不对？我越看他我越高兴，王伟不错。我们家拉拉还知道打电话请一声，可这小子连吭都不吭一声，就这么把我们宝贝女儿给拐走了。哎呦，瞅你这酸劲儿，醋坛子翻了。这个老丈人，嗯，你要是酸不溜秋的去当着你的女婿去酸去啊，赶快着吧，把行李箱取下来，我好收拾行李呀。好，好，好，是老婆大人。去吧，去吧啊。哎，拿两个箱子下来啊。好，放心吧啊。拉拉，结婚这么大的事儿，你不是先跟你老妈说一声？你妈吓到我了，她生气了。能不生气吗？本来说好的，我们两个人要一起告诉双方父母。哈，你倒好。你妈突然之间就来了，她突然之间就张罗我们俩婚礼了，那我怎么办呀？只能突然一下就告诉我父母了。那明天怎么办呢？你爸妈会不会记恨我呀？会。你自己小心点。忐忑了吧？哦哎，噔噔噔噔噔。
二位亲家，咱们初次见面啊，我没想到，亲家呢这么年轻，亲家公，我就叫您杜大哥吧，杜大哥也很帅。谢谢。我代表王丽、王伟、拉拉，热烈的欢迎你们的光临。好。亲家，我们今天也是第一次见面，我也很高兴见到你们一家哈。我们拉拉呢，从今往后呢，要进你们家，那还请您多关照啊。我们拉拉别的我不敢说多优秀，就是有一条，运气好，能碰到你们王伟，那是我们拉拉的福气。妈，您千万别这么说，太客气了。小伟，这怎么是客气呢？亲家说了一句大实话，啊？你也太不客气。他杜大哥，我呢自我介绍一下我自己啊。哎，我呢单身很久了，我一个人呢含辛茹苦的把这两个孩子带大，我真的挺不容易的。王丽嘛，我就不说了。哎，我王伟，我要特意的说一下，懂事、孝顺、顾家，如果娶了拉拉呢，那就会多一条疼爱媳妇儿。可是你们家拉拉呢？我不是说她不好啊，拉拉是个好孩子，她就是不管三七二十一。丢三落四，不着四六，五迷三道。亲家母，怎么从您嘴里边，我们家拉拉成这个样子了？啊，什么样啊？王伟妈妈，您这一溜的数字说出来，我们听起来还真有点不习惯。我试试。哎，妈妈呢？伯母，我妈她的意思其实是，她特别爱拉拉。这个爱之深，责之切嘛。啊，是吗？我耳朵有问题了吗？我怎么光听见责，没听见爱？哎呦，亲家！哎，我们都爱。那个，我爱拉拉，我妈也爱。我爱拉拉，拉拉爱我。亲家母啊，您这一儿一女真优秀。这从今往后啊，我们就多了一个儿子，啊，您呢就多了一个女儿。啊，杜大哥，这个话我太爱听了，就是这个道理。来吧，咱们来吧，碰一下，来，欢迎来，杜大哥来，哎，谢谢，欢迎来，完了，谢谢妈，好孩子啊。大的事不跟我商量，妈，你就别生气了嘛。我跟王伟好了这么长时间嘛，结婚也是早晚的事儿，而且现在都是自由恋爱年代，我还不能主张自己一个结婚了。再说了，我本来是准备按照节奏来告诉你们的，谁知道王伟他妈突然一来，就把我们节奏通通打乱了。婆婆为难我就算了，你可是我亲妈，你别再为难我了，行不行？真是的，自己的女儿你也不体谅啊。我不是不体谅她，我是为你报冤。你瞅那婆婆那样啊，谁亲家第一次见面不压着贬着自己的孩子夸人对方孩子好的啊？这是最起码的礼貌。你瞅她那话说的什么什么说你什么来着？什么丢三落四，什么五迷三道，什么不着四，这是什么话呀？啊，好像咱们多次似的。妈，这还不是你损的？谁让你欲扬先抑了？你又不来上海就夸我啊？你看人家，我能那么没礼貌吗？哎呀，你想我婆婆一个人带大一个孩子也不容易，你看现在王伟。这不也培养的不错吗？你这当然要嘚瑟嘚瑟，你还不能让人家显摆一下呢。哎呀，好了，不说了。哎妈，
我想吃那个酱菜，我带了没？带了，我能不给你带呀？不仅给你带了，还给王伟也带了，都给你们俩带了。瞧，谢谢妈。这都是你喜欢吃的，就是这个。我还给王伟他妈也带了，给他妈带的礼物。你回头拿给他吧，刚才见面的时候懒得给他。哎呦，看看，我妈就是比我婆婆大气。哎呀，妈，那个，哎，对了，看看啊，这是王伟给二老准备的礼物。呀，真懂事儿，王伟同志是不错的。这个王伟啊，特别精啊，他娶上我们的女儿啊。是他中了头彩了，那是。哎，娜娜，爸爸告诉你啊，王伟要是敢欺负你，我告诉你，饶不了他。他可不敢欺负我，他要是欺负我，我立马就回娘家了。老公可以换，爸妈才是无价之宝。这嘴上硬，我跟你说，你被人家王伟管得死死的。这些图片呢，都是我们公司原来做过的一些婚礼设计图，这个呀就高雅一些。你觉得这花的颜色花一点，你觉得？哦，你是说跟后面那个蜡烛的颜色不配是吗？嗯，这个绿了吧唧的，但整体色调还挺温暖的。哎，等着你了吧。来，小红，什么时候来？什么？你是已经确定了是吧？那你怎么能现在跟我说呢？我告诉你两个字啊，绝交。怎么了？夏红嘛，突然间被公司派去法国，半年就当不了了。有劲。有劲。那这怎么办呢？这个没办法有劲。妈。啊，聊着呢，嗯，我觉得他姨会比较喜欢。没事，你慢慢来啊。这个都挺好的。中式有点。哦，就是那个拉拉的伴娘可能来不了了。啊。嘘。啊，好呀，我知道了。啊，先这样。怎么了？我有一种不祥的预感。小桥，仙人掌也会失落。谢谢你抱过我，带走我的此生全最好的我。镜子里那个我哼着独唱的情歌，不完美的洒脱，要练习放手，心里才能住进下一个。这是最好的结果，故事里剩下满满感动。哦耶，我们倔强的沉默，红着眼放手，故事只差一个结尾，不怕重来过。我会遇到想遇到的幸福，我希望幸福的欢乐，去记得美好的错过，忘了去记得美好的错过。